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国宝档案》。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一本签名册，上面呢有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644名代表的签名。在这次大会上啊，代表们表决通过了国旗、国歌和首都等一系列建立新中国的头等大事。下面呢，我就为您讲讲这本珍贵的签名册背后的故事。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大型主题展览上，陈列着一本厚厚的签名册。它长43厘米，宽32厘米，配有一个木质封面，上面镌刻着政协的会徽和时任秘书长林伯渠的题款。这本签名册共有82页，用白色宣纸印制，上面有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644名代表的亲笔签名。这些签名见证了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召开，也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1949年3月，随着人民解放战争不断取得胜利，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离开河北平山县的西柏坡，进驻北平。4月21日，人民解放军100万大军突破长江天险。4月23日，南京解放。一个月后，蒋介石离开大陆，逃往台湾。随着人民解放军取得一次次重大的胜利，新中国的建立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思考的头等大事。对于新政权该如何组建，中国共产党早有准备。在1945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就在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提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1948年5月1日，《晋察冀日报》在头版头条刊发了中共中央发布的五一口号。五一口号郑重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批准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新政协的筹备工作迅速提上日程。经过半年的筹备，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大会开幕的这一天，中南海里喜气洋洋，铺着桌布的长桌上按各单位的顺序整齐摆放着签名纸。出席会议的644名代表来到怀仁堂，他们每人都拿着一个贴着近照的证件，交给警卫查验后才能进入会场签到。这张照片记录的就是朱德总司令进门查验证件时的情景。大家看到这个签名册的第一页呢，首席就是毛泽东，但是毛泽东呢是最后一个到的签到的代表。据当时工作人员回忆呢，当时工作人员把这个第一页用纸给覆盖起来，给毛主席留下了一个预留的位置。翻开这本签名册，可以看出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的身份十分广泛，共分为5个类别，即党派代表、区域代表、军队代表、团体代表和特别邀请人士。在这本签名册中，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等18人。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代表有李济深、何香凝、柳亚子等18人，中国民主同盟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有张澜、沈君儒、张伯钧等。军队代表来自人民解放军总部以及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等6个单位，留下签名的人有人民解放军的首席代表朱德总司令，还有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和副司令员杨成武等。团体代表中留有签名的有陈嘉庚、吴耀宗等，他们分别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国内少数民族、国外华侨民主人士以及宗教界民主人士。在特别邀请人士的签名中有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还有戊戌变法志士梁启超之子梁思成，以及国民党军队起义将领傅作义、程潜等。宋庆龄不仅是孙中山的夫人，也是一位深受中国人民爱戴的政治家。早在1949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就发电报邀请宋庆龄参加新政协会议。由于当时上海还没有解放，为了保证宋庆龄的安全，中共中央又决定暂时不请他北上。1949年6月19日，毛泽东在北京香山的双清别墅给宋庆龄写了一封亲笔信，信中写道：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信中诚挚邀请宋庆龄北上，以便就近请教。邓颖超和曾担任宋庆龄秘书的廖梦醒受党中央委托，专程前往上海，将这封信递交到宋庆龄女士手中，并诚挚邀请宋庆龄北上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值得一提的是，孙中山先生1925年3月12日在北平逝世，北平成了宋庆龄的伤心地。这次宋庆龄见到毛泽东的信后，深为毛泽东和党中央的真诚所感动，于是欣然同意到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8月28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党中央领导人亲自到火车站迎接。当晚，毛泽东设宴为宋庆龄洗尘，热烈欢迎宋庆龄来北平共商国家大事。这张照片是宋庆龄出席会议当天拍摄的，她身穿黑色旗袍，显得端庄而优雅。宋庆龄是特邀人士的首席代表，据工作人员回忆，按规定代表签名一律用毛笔，但是为了尊重宋庆龄的习惯，他们特意准备了一支钢笔。在与会代表的签名中，只有宋庆龄一人是用钢笔写的。我们看到这个签名册上呢，不仅有像宋庆龄等民主党派的领袖，还有各民主党派、社会团体、爱国人士，他们从4面8方云集北京。这体现了在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提出多党合作、协商建国的政治目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联合了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共商建国伟业。他们才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在开幕词中庄严宣告：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他将表明占人类总数1/4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在这次会议上，代表们表决通过了一系列重大决议。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决议包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改名为北京；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即1949年。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这次会议还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会议选出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等为副主席，同时选出了56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议还选出了由180人组成的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它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次大会。这次大会呢，相当于建国初期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上呢，全体代表一致讨论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它相当于建国初期的第一部宪法。没有这个共同纲领，也就无法依此产生中央人民政府。所以我们说，它也是建国伟业的一个标志。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胜利闭幕。会议结束时，每一位参加会议的代表都得到了这样一枚纪念章，它是有关方面专门为此次会议制作的，图案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会徽，中间地球处用红色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地球上方有四面飘扬的旗帜，象征着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大联合，而齿轮麦穗则表现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一枚小小的纪念章，体现出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召集社会各界共商国家大事的会议宗旨。1949年10月1日，首都30万群众齐聚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上冉冉升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签名册如今被中国国家博物馆珍藏，它成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各界民主人士共商新中国建国大业的真实写照。好，感谢您和我一起穿越历史，感受国宝，分享文明。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